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主啊，是的，单单相信你是何等简单的一件事。主，我们的眼目定睛仰望在你。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在环境中不受侵扰。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单单相信你的心，主，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仰望在你，在我们当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主，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主，是我们一生要跟随的，是我们一生要信靠的，也是我们直到永生要见的。主，我们要与你面对面。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天天与你面对面，一直到见你面，真正当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天地更换一新，成为新天新地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是何等的欢乐。主啊，谢谢你这周赐给我们的感动是要让我们欢乐而出，主啊，让我们欢呼前往，你让我们单单相信你，主啊，单单跟随你，主，我们踏定你的道路，主，我们的脚、我们的手都被你来坚固。主啊，虽然黑暗仇敌权势虎视眈眈，
当我们越爱主，越要为主来赢得灵魂，来攻占地图的时候，黑暗仇敌权势也不会善罢甘休。但是主，我们知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时。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奇妙荣耀的呼召，你在活水得胜教会有奇妙的命定跟计划，你在每一位仆人使女，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姐妹灵魂生命中有奇妙丰富的应许。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单单的相信你，单单信靠你，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做跟随圣灵，聆听圣灵声音，跟随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而走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随着这世界的潮流，主啊，我们也不会受任何环境人事物的牵连而让我们的心变得灰心失望。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你，因为单单相信你，撒旦仇敌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单单相信你，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合一的心，来建立你的国度，来建造你的教会。主，你给我们的是最简单的。主啊，当仇敌让我们变复杂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下我们的复杂，变成更加的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我们加倍要来亲近你的时刻，我们要加倍在你的宝座前来领受与你亲密而你所指示的约。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每一位侍奉你的人，我们都是心灵一天心思一天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没有一个落后退后的，没有一个是那退后以至于沉沦的人，每一个都是在你面前勇往直前，是欢乐的而出而欢呼的前往。谢谢你给我们勇敢的心，谢谢你给我们坚定爱主的心，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单单相信你，信靠你，信靠神能，顺服神旨。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呼召不单单在少数人身上，主啊，让你的呼召临到更多的人身上，让更多人愿意全然委身来侍奉主。主啊，当我们在事业工作职场上，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明白，我们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以侍奉主的心为优先，凡事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但是我们活在人的环境中，人的世界里，我们如何是为主做，而能够在人群中为主发光发热？不是用我们的言语说什么，乃是用我们的笑容，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对主的盼望，以及我们在教会内外的侍奉，为主做最美好的见证。过去所有我们不成熟的地方，做得不好的地方，不够的地方，我们衔接的不够紧密的地方，我们有误差的地方，主，你都知道，你都了解，你都怜悯我们，主啊，你都赦免我们一切的愚昧，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刻，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了开始就不迟，有了开始，我们就是明白要听从圣灵的声音，要顺服神的带领，要按照神话语的原则来行事。谢谢主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天上的父，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诗篇第三十五章第九节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我靠救恩高兴。是的主，是的，感谢主，我们靠耶和华，我们是快乐，我们得到耶和华的救恩，我们高兴，而且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主啊，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得到
圣的保守，我们都欢喜快乐，是因为我们懂得学习最重要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问主啊，你现在在做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我们不能单单只靠表面，我们的心要归向主，我们要敬拜主、亲近主，我们领受神的指引带领。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会看到神在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的手在做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配合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的心，我们生命的心灵就会扩张，我们就会得着平安慈乐。主啊，简单来说，我们就是要知道神在做什么，神要我们做什么。主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请你圣灵充满保守我们的骨髓，得胜召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在动工，也令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主啊，请你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亲人和朋友，保守我们的地球，一切的德胜荣耀赞美归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慈爱和恩典，我们知道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是得着你的喜乐和满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天父，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要来敬拜和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慈爱是够我们用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全家的宝物的保护者，我们知道你拯救了我们每一位的家庭，你必须让喜乐的心赏赐给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同在就在这里，我们每一个早晨以喜乐的心来到你最喜乐的殿中，就是要来赞美你敬拜你。谢谢你在我们敬拜赞美的当中除去我们所有生命中的捆绑。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让我们在家里的每一位每一个走神来到你的面前都要同心合一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你。你的四方，你的荣耀的天使来到服侍我们，让我们在其中的人得到医治，得到帮助。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使我们在家里的每一位首先来复兴我们的灵魂心体，让我们的人能够被你使用，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和改变。主耶稣啊，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你以首，你以为主，你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头，你是这个教会的元帅，你是这个教会的王，我们要遵从你的名，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在家地。主啊，求你复兴家地，
求你改变家的，求你来更新哈利路亚家的，主耶稣啊家的，哈利路亚就分别为圣，来高举你的生命。主耶稣啊，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和牧师和主平牧师来到代祷。主耶稣啊，你是圣洁的主，我们知道你是在哈利路亚和牧师的身上做奇妙可畏的事，求你的将我们哈利的牧者与我们的同工们与我们的哈利羊群们都有分别为圣来归给你使用，让我们真是分别为圣的时候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就能够见到你的荣美，见到你自己的一切的丰盛，让我们能够真是领受从父神而来的一切的丰盛的祝福。主啊，你来是为了祝福我们，你来是为了帮助我们，你来就是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哈利因杯，有我的心领受从你而来的道，让你的道能够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每一位的里面，让你的道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你的道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粮食。主耶稣啊，当我们这样来紧紧跟随你，就着你的话行在其中，这个教会就复兴起来。求你将一个合而为一的心，由牧者都同工哈利路亚都羊群当中能够合二为一，就是父神你的心意，我们言不能做，但是神你必能做成这一切。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的，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与你的心思意念联合在一起，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我们就不惧怕，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跟我们心中所想所求的。主啊，你把我们安置在这个教会当中，是同一条船，这条船要一定要每一个人用力的爬，这个船程向前奔跑。主耶稣啊，让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在这个船的当中。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船中，我们就不惧怕，因为你带领我们前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教会的方向，你知道这个教会的意向，你要知道这个教会哪一天就能够全部的复兴。主耶稣啊，现在真是一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主我们谨守忍耐，哈利路亚，看着你，主啊，你怎么样走，我们就怎么样走；你怎么样行，我们就怎么样行。因为现在看的不是真实的，主啊，你的祝福又临到了，你的祝福又来到了，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主，求你天天将你的荣耀加给这个教会的当中，每一位来到你面前都领受你的丰盛的恩典，从今时主到永永远远。主，求你在父的右边不断为这个教会每一位在这里祷告守望的人来代求，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每一个脚步，使我们的脚发于母乳的体，使我们的哈利脚能够运行在高处，高过思维的仇敌。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我心欢喜灵快乐来到你的殿中，就是为了要赞美你。你是按照你的样式从泥土中把我们塑造出来，你的本意真是荣美的，但是我们孩子有罪了，因为我们不认识你之前你认识我们，而且你爱我们，你给我们这么多的爱，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认识你。现如今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一群人了，因为我们认识我的阿爸天父，他就是我的光。我来到他的面前还要什么呢？就是要赞美他，就是要赞美你，我的阿爸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能够认识你，能够与天父和好，能够有这机会有永生的国度的盼望。哦，这一切都是因着信称义。阿爸天父，我感谢你，求你赐给我谦卑的心，求给我谦卑受教的心，让我知道自己身上还有那么多的不足，真的我要立定心志活出你的样式。这条路好像是很难，求阿爸天父怜悯我，帮助我，让我一点一点的修正过来，不要再看那世界，也不要再想自己的事情，我把我的心思意念想着国度里，把我自己像活祭一样为天父摆上。我站在这里求主使用我，你就大大的使用我，开我的心眼，让我变得聪明，开我的嘴巴，让我会学会如何的赞美你。
你让我有智慧，能够向其他的人传讲你的福音。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容易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因为这是你给我们最大的成命。阿爸天父，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孩子，让我们心怀意念真的是想着天家的事，而不是想着自己的事。在教会里我们互为肢体，同心合一来建造的教会，我们要把这教会建立在主耶稣的磐石之上，而不是我们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求主教会我们如何的向父神祷告，如何能明白父神的心意，而且能够安心安静下来聆听父神对我们说的话，最后还要认认真真的按照父说的话去做去行。这一切一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时常有软弱，时常被魔鬼撒旦所攻击，但是父，我们是靠着你的话语站立在这里的，你的话语真的有能力。求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不管我们的罪是来自哪里的，但是我们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们，阿爸天父，这是恩典的时代，我们真的是有福了。到那日你再来，是那审判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要做那君尊的祭司。哈利路亚，感谢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求你保守我们教会，这是你的家，保守你教会里面所有的子民，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哦，求天父赐下恩膏，这恩膏降在这里，因为这里就设立了你的宝座，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定睛在宝座上。哦，阿爸天父，还是赞美你，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孩子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的父神在这里让我们祷告，要帮助我香香极乐的果灯呢。你是我万人的神，你是万人一生的盼望，我对你很感恩戴美呢。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戴美家，你是我们一个人来没有休息，我感谢戴美呢。神啊，我爱你，我爱你，我为爱情爱所有我的相爱，我为爱情爱所有我的耶稣，耶稣是我的生命救主，是我一生的盼望，我一心一意来听救你，一心一意来爱你，一心一意来爱你。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什么时代，我要高兴，我要万万，帮助我的家，帮助我的家安全那个朋友，我要看见你，帮助我的心爱感动来我所写的听见你，下下你的爱，想想听见我，想想保守我，不论什么时代，我要高兴，我要耶稣，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是我一生的亮光，是我的盼望，是我的盼望，是我的依靠，是我的依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耶稣，爱耶稣，我有耶稣，我爱耶稣，你赦免我的罪，你赦免我的罪，圣洁的孩子来感谢你，圣洁的孩子感谢你。孩子不能看我的耶稣，耶稣你是善的，万人的帮助我们，永远帮助我们，万人都有那个恩典，永远需要你的同在，有依靠你，完全依靠。耶稣你是大医生，耶稣你是大医生，医治我关乎于他的身体，过去一切的生活，关乎于他的罪，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善的来感谢耶稣，耶稣我一心一意爱你。一生一世所有你，我一生一世要跟随你到底。我为爱是爱所有耶稣，我为爱是爱所有我耶和华，耶和华你道问我个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帮助我个家，帮助我帮助我教会，所有的太太对每个家的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你，单单每一个人一个神来听一个神，那这个神是神，你感谢对，你帮助我们。这份我们，我们坦坦起了，坦坦感恩，坦坦赞美神。我对神的满坦有谦卑，有谦卑，坦坦有敞开神，坦坦向神祷告，向神祷告，祷告每一句话都不落空，祷告每句话都不落空。我靠你的能力，靠你的大山，靠你的保障，我们永远得胜。
靠那个教会联盟，我们靠你这个联盟，感谢赞美的，教会需要那个，教会需要你的，需要你爱这个榜样，靠你的帮助，我们榜样榜样要依靠你，永远依靠你，帮助那些父母，帮助牧师父母，榜样呢，祷告向你推呀。每一个归还的污染为我们，祝你的怜悯我们，帮助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无论到你们来，都是万里爱为我们，无论什么的怜悯我们，赞美我们，赞美让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的祷告，赞美我们，让我们要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你，我为你，我爱你，每一个孩子到你们来，每个孩子来你面前都爱你，一生一世为你到底，一生一世跟随你到底，一生一世跟随你到底，我为你们带有快乐，我灵魂要。哈利路亚，天父，我们在这里呼求你的名，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祷告，向你献上赞美。主啊，愿你来悦纳，愿你来垂听。主啊，来启示我们，来主啊，来教导我们，来吸引我们。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也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你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医治我们如蝇返老还童。耶和华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主，谢谢你，你让摩西知道你的法子，叫以色列晓得你的作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里行奇事。主啊，你在诗歌里说，让我们抓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塑造我们，陶造我们，让我们更像你。哈利路亚，我们需要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一颗谦卑。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只有谦卑才被你升高。主啊，骄傲的你必降卑，这是你在圣经里所教导我们的。主啊，你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知道你的心意，走进你的命定。主啊，谢谢你来教导我们，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作为一个神子，你作为神，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谦卑，主啊，卑微到一个地步，主啊，降在马槽里。主啊，你来洗我们的肮脏污秽。主啊，谢谢你，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只有主啊，被你的爱吸引，走进你的命定，主啊，知道你的爱是那样的柔和，我们才能主啊进到你的命定。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用，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承接那个柔和谦卑的心。主啊，愿你来陶造塑造我们更像你。主，你愿意被为我们担当的重担，没有一个重担你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困难你不能解决的。主啊，我们只有把心仰望在你，单单的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带领着我们。主啊，把我们的罪孽定在你十字架上，
你流出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孽，你受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你受刑罚让我们得平安。主啊，你的爱是这样的，这样的主啊，完全这样的，不纪念我们的恶，主啊，不纪念我们的罪，只主啊看着我们主啊当得的，你主啊纪念我们的，用我们最好的地方，用我们可用的地方。主啊，今天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所需要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为你活出爱来。主啊，谢谢你，主啊，他打开磐石，水就流出来，在干旱之处说这个水流成河。主啊，愿你的井，主啊，愿你的井涌出水来，在这里涌出活水来。主啊，因为我们人我们是软弱的，有时候主我说我软弱，我疲乏。主啊，你圣经话来了，你说软弱的主啊你赐的刚强，疲乏的你加添力量。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的保障，主啊，就是让我们跟随，让我们单纯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要带着复杂的心，带着复杩的东西太重了，我们跟不上。主啊，让我们放下重担交给你，紧紧的主啊轻松的担子来跟随你，来仰望你。主啊，我们把心定睛在你身上，定睛在耶稣，我们就能改变。主，谢谢你，我们是你群的宝贝。主啊，把我们的教会交托在恩主手中，愿你来使用，愿你来改变，愿你来更新，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的，但是神你知道一切。主啊，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仰望交托恩主手中。主啊，你使用我们，你改变我们，你提升我们。主啊，你眺望我们对你那种爱，有时候我们的爱是按照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主啊，愿你带领我们，愿你永远的爱来吸引我们。哈利路亚，主啊，祝福我们的活水得胜教会。哈利路亚，是你使用的教会，是合一的。主啊，愿你的爱浇灌在合一，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合一。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我们的主。主啊，祝福我们的牧师师母，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主啊，因着你的爱被改变，因着你的爱被吸引。哈利路亚，我们爱你耶稣。主啊，我就知道礼拜天晨祷晨这个第一堂的时候，主，我们呼求你阿爸父的时候，主啊，我知道阿爸父你就因着我们的呼喊，你主你就爱我们，你就主啊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认识你。主，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把荣耀权柄爱戴归给你。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句句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啊，清晨我们又一天的我们相聚在父的家中，我们除了从心里发出的感恩还是感恩，除了赞美还是赞美。父啊，每天从日出你都陪伴着我们每天的生活行程，你一一都眷恋我们，让我们的脚步更靠近你，更洁净自己每一天的心。父啊，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是很膨大，是很自我。父啊，但是你大人的手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当我有时候膨胀的时候，你总是耐心地教育我，这个世上比你有本事的人多的是。父啊，感谢你一路以来，真的只有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每当夜深人静，我枕头垫高的时候，想一想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所讲的话是否合主的心意。以前我没有这样做，但是现在我慢慢的了解到，如果你口出的跟心里
所想的是不一样。亚伯拉罕的父亲是不会允许的，所以父啊，还是一句话，每天都请你使用我，管教我，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器皿，不管在工作上、家里、职场，请你都眷念我，也请你眷念活水教会牧师、师母，还有这些晨祷的弟兄姐妹们，请你看顾他们家人、工作、职场，都能够生活在父的家中，以喜乐、以感恩来秉持着每天的生活。父啊，请你带领我前面的路，不管前面的路多崎岖、多坎坷，但是我们心中要有主，我们一定心欢喜、灵快乐。父啊，你一定听到我的晨祷，所以不管前天工作多累，但是早上我一定会来给亚伯拉罕的父亲祷告平安、喜乐、安康。此上的荣耀是归于宝座上的王，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耶稣，还是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的恩典，你的慈爱，主啊，谢谢主，你清晨聚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主啊，就是要与主你亲近，主啊，你说我们亲近你，你便与我们亲近，主啊，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耶稣，谢谢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道，主啊，使我们的成。